你来啊！阿布拉桑，是啊，阿布拉桑，是我的新外号，对吧？啊，对啊，新外号。明珠，阿伯，阿你今仔日哪有闲过？明珠，你怎么也上来台北啊？阿伯，我是秀英，啊，之前咱伫基丁有见过面啊。秀英，你改名字了？之前在旗津都没遇到你，听别人说你出事了，哎，害我很担心。现在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别丢了，刘队长！哎，你赶紧冲锋啊！你怎么打我呢？无啦，你误会啦！哎，明珠啊，你怎么会跟这么冲动的男人在一起啊？他对你家暴怎么办啊？你想要伪公子啊？我那好人对你挡秀啊？你这样子啊，我不可能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。你平安犯罪啊，弄鬼火啊，那脚路边又倒，我对天啊挡秀，我赶紧来和你干死。哎哎，少年，控制一下啊，拄好拄好啊。是林先生来了，你看看控制啊。明珠，听我的劝。你要讲。林先生是啥物代志啊？那你闹干安尼啦？啊，叫林先生来了。明珠，你过来，我保护你。杨秀英，杨明珠是我的阿哥啊！你是秀英，不是明珠吗？阿贝，他跟你开玩笑的。明珠，他就是明珠。对，你是明珠。还好你没事，听人家说你发生船难，我担心死了。明珠。你还年轻，不用急着相亲，找一个跟你真心相爱的人比较重要。相亲？哎，兄弟，太好了！我觉得你好像想起什么事情，慢慢说。阿达呢？你今晚不用说好了呀？都谈好了。阿里有闲陪我做伙去林家比不？你不是正在工作吗？我有跟头家牛讲过啊，今仔日只是倒三工，唔免算钱，所以我随时拢会当走。明珠，我是说真的，我会答应跟你去喝咖啡，是因为你长得很像我留在家乡来不及逃出来的妹妹。我记得那时候跟你去喝咖啡，你的个性跟我妹妹很像。还有。没事，想不起来就不要勉强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顺其自然，对吧？你信不信？气象他给我问的。走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休息。啊。以后你别再这么冲动了，好不好？伊是我的姑丈，伊之前出一挂代志，所以伊的记忆有淡薄混乱啊。哈？伊是你的姑丈？啊，那安尼我拄仔家拍，啊，伊唔就会反对我？我跟你交往？即马会紧张啊吼？啊，安尼是安怎？啊，林雅玲，我甲泽凯身体去看麦。好啦，你放心，公司有我伫咧。行啊。我还痛不痛啊？要不要先吃个药？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哎呀，啊，今天到底怎么经营哈？啊，出了点意外。啊，是出什么意外啊？啊，你个坐下送啥？开门啊！你个坐下送啥？开门啊！你去开。你去开。阿姨，啊，你慢点。啊，秀英，阿伯阿姨，阿伯，是嘞啦，是泽凯受过冲动啊。是嘞，请原谅我。没事没事。啊，
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阿伯那阵讲我是阮阿哥，啊，做开无母亲所状况，那阵讲阿伯要吃我的豆腐，就加阿伯怕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在小吃店见过？那明珠呢？你袂记得明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我记不太起来了。印象中她是个很直率活泼的女孩，跟我妹妹挺像的。啊，我好像有受伤，然后她一直来医院照顾我，对吧？哎呦，啊，明明是陆先去照顾你的，啊，你哪都袂记得啦？那安尼你敢袂记得你是安那受伤的？哎，我记不太起来了。哦哟，你都乱记耶！啊，应该记得你都不记得，不应该记得你却一直记，真的很奇怪耶。好了，不要再逼我兄弟了。啊，行啦行啦，啊，想袂起来就先别想啦哈。对啊，你刚才挨一拳，现在又头痛，早点休息啊，也许明天会好一点。好，来。哎，俊逸，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秀英，恭喜你哦！恭喜什么呀？交男朋友啊，当然嘛是爱恭喜啊。不是啦，嗯，不是男朋友，啊，不是男朋友，哪会看到德顺甲你帮，还遐尼生气，搁敢怕？对啦对啦，唔免歹势啦，啊，你这年纪哦，本来就是爱交男朋友啊，你着好好享受爱情的滋润。真正阿姨，阮真正不是。啥物不是？我就是你的男朋友，你袂用无承认。你看，人小鲜肉就是这么霸气。是啊，秀英，甲伊讲，阮两个甲你妈妈无同款，阮无遐尼古板。对啊，爱就是要大大方方说出来。就算讲你的年岁比较大，啊是有啥物要紧啊？拢啥物年代啊，对不？啊，卡输哦，若是有人讲闲话，阿姨家己，你就直接甲伊讲吼，有才调，你就家己去找一个啊，唔免嫌说我有小鲜肉，安怎？绝对就掂起啊。唔啥物啊？你讲有？家己回去公司哦。我袂，我袂家己做去登记。阿妹阿姨，啊阿伯即马状况敢有较好啊？无呢，阿姨即马记得哦，啊是足乱的啦。本来想讲会去来遮有阮遮的朋友，啊佮阿布拉佮做是王威也当较好。啊想袂到啊是无效，上重要是哦，佮罗生有关系的代志，伊拢袂记得啊。安尼罗生阿姨唔着足伤心的。袂啦，恁罗森阿姨哦，足坚强诶，恁免烦恼。是嘞，我毋知影高中破病啊。上是你高中啊，卖了有白叫。啊，着头壳疼。欧巴。